email 会交流一些音乐，我们最近喜欢听的东西。是你先搭讪他，他先搭讪你？不是搭讪，两个男的。如何认识啊？如何认识？其实我们在因为同一届的，同一届出道，所以在他的新歌发，他的新专辑发表会第一张我就有去，然后我的还有，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彼此的音乐。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首歌？可以哼一两句吗？慢慢的，印象最深刻。对，真的是一两句。对，很期待来这边听到他的新作品的现场演唱。好，谢谢。